漱口，因为嘴巴这样啊。嗯，那在他的情况下是不是？但是他不会漱口这样。对，所以我所以我就用你原来就是把棉花棒进去啊，各方面给他动一动这样。哎，他现在的那个眼神很亮哎。来宾陶怡正先生，请至内科十一诊。来宾陶怡正先生，请至内科十一诊，谢谢。这是有什么样的顺序吗？他现在开始抿了。哦。抿，哎，然后他就会吞下去。哦。哎呦，吞了有没有？哦。我吞了口水。是从人中开始按摩，就有几个方向来，一个是就是圈一圈一圈，对啊，另外一个就是从大概嘴巴开始往后，这个是颊肌哦，对，就是脸颊的颊肌，嗯，上面下面也有，对你，嗯，口水吞吞。对，口水吞吞。现在蛮好的啊，现在精神蛮好的。用手给他按摩脸，是不是？嗯。所以我平常也可以这样。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嗯。另外一边。啊，左边，左边。对，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就跟人家做脸是不是一样的原理啊？有一点点方向有点类似的。啊、哦。那这样做这个动作，我随时都可以做了哦。老师，你照顾妈妈照顾了8个多月了，那你有没有很大的成就感啊？你看，从一个那个完全不能吞咽的这样的一个，呆呆没什么反应，什么反应都没有的一个状况，到现在可以吃点东西啊。因为眼睛眼神也比较那个，你看得到他的变化吗？对啊，他现在眼神比较会认真。老师，你能谈一下你这8个月的观察？观察。对对对，他的变化，哦、总结一下。嗯，一开始那就反应比较钝了，对不对？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只有一点点反应，然后或者是就是有一点痛的时候，他才会皱眉头啊，什么会有点声音。对啊，他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些简单的问句啊什么的，他就会有表示，就点头啊，然后或者是不要了，他就比较清楚啊，或者是会推开这样。对，所以他就是整个人意识状态是比较清楚的，然后认知也有比较清楚。对，然后啊，吞咽的话就是，
口腔的部分当然就有进步，就是他的嘴巴闭的又比较合，然后啊东西含住在嘴巴里面也比较稳，对，然后可以吞的话速度开始又比较快，嗯，然后啊每一口每一口大概都有吞的反应，对，然后可以开始吃一点东西，然后水可以小口小口，大概一两 cc 一两 cc 这样慢慢喝，用汤匙喂这样。都可以蛮顺的，对啊，进步算还不错，嗯，以他的年纪来说，这样进步算很好。因为老师也对这个学生也是蛮满意的，我对他很尊敬的、哦，听说他一直在游泳，还游好几百公尺，我很尊敬他了。那在网站上，我上次有说有去郭妈你打那个玉成公园，哦、oh. ，老奶奶就看到她游泳了，有哈，对不对？对哈，你以前有没有去游泳？有没有？有没有每天去游泳？每天去游一游，早上去吗？以前早上去游泳吗？来宾林婉淑小姐，请为眼科门诊。有没有？来宾林婉淑小姐，请为眼科门诊，谢谢。早上去游泳吗？还是都是晚上？哦，是哈、哦，有哈、哦，有去游泳哈、哦。那我们是早上去游泳，然后黄昏的时候去泡 SPA。哦，这么好。嗯、对。你还有泡 SPA 哦？对，因为泡 SPA 有没有冲冲水？很舒服，这样。他喜欢泡 SPA， 有没有去冲冲水？哦，泡 SPA 冲水，这样有运动还有放松，是吗？好、哦，我在想要带他再去做 SPA，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哦、那就要比较小心。嗯。滑滑的，对，嘴巴吸吸，嗯。嗯，嘴巴吸吸，嗯，然后口水吞一吞。你今天吃饱了是不是？你今天是不是吃很饱？有吗？现在不想再吃了，哦，不吃要吃吗？不吃了哈、哦，饱饱的是不是？好，那饱饱的就不吃了。那你要喝水吗？喝水好不好？喝点开水好吗？好哈，那我拿一点开水给你喝，小口小口喝，可以吗？好吗？好哈，好，喝点开水。那里有汤了，老师那边有汤。好，我等下问他。嗯，开水的，好吗？喝开水。嗯，小口小口喝，开水，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哦，要再一口吗？再一口好不好？现在都要跟他讲清楚，啊，再一口哦，好，再一口哦，哎呀，嗯，对，嗯一下。嗯，哎呦，可以吗？还需要吗？再喝点水，要吗？好不好？再喝点水好不好？好，喝点水。老师，我们前一阵子在做复健，
在做复健诊所复健的时候，碰到一位中风的，那个老先生，那他们，他才一两个月，他的鼻胃管就拿掉就吃饭了，他也没来做这些，那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听他家属说，他一天可以拉掉十几次，一没注意他就把鼻胃管拉掉了，对，所以后来没办法了，就。好，拉掉了，那就是插回去又很辛苦，就试着给他吃，那就是从很小很小量，因为他们住养护所嘛，那养护所的人也比较有经验，慢慢慢慢，就居然两个月以后就没有再插鼻胃管了，这样。那算蛮幸运的。所以是不是像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那个不知道要做这个语言的吞咽的那个，是回到这边才在做的，就第二次中风，第一次中风我们有做那个语言治疗，哎，那顺便吞咽有做这样，可是第二次就没有做，是回到这边才开始做，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太久了？从七月。到拖了快两个月了才开始做，也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有关？也不是哎，因为实际上他那个吞咽还是有神经损伤的问题，才会吞咽才会有问题嘛。哦，所以变成说主要其实还是看他神经受伤的程度，哦，跟他的位置是，对，所以其实不会。不，没有那么大的原因。不会，对，主要的原因不是那个啦。对，然后那当然有可能那个老先生他自己有可能本来损伤的位置可能本来就是只有一点点，吞咽只有影响到一点点。他很活动。嗯，然后，他后来有可能就恢复的时候就慢慢慢慢自己就有恢复。对，那，这种状况通常分两种啦，一种就是自己慢慢试到后来就恢复了，是。然后有一些是自己试，可是就是东西就掉到肺里面，那这种就比较危险，这样。然后，所以通常还是比较建议说，如果吞咽有障碍的，还是需要先做一些检查。好啊，可能语言治疗部分先评估，对，还是比较建议的。我有注意到他们的状况比妈妈没有他那么活、哦，反应差，两个差有差了，还要喝吗？还要不要喝水？喝水还要一点吗？好不好？还是不喝了？还要喝，好，再一口。开水，然后就，吞一吞。那你有想喝汤吗？你要不要喝点汤？不用，汤很好哦。是那个甘蔗头熬的汤哦，还有萝卜汤很棒哦。你要试试看吗？好不好？好，那试一口好不好？喝汤试一口，看看好不好喝。不是那个，那个是稀饭。哎，那个是稀饭，那是木大鱼。等下喝了。喝了汤了以后，也许问问他要不要不拉皮。这个青菜的汤，青菜汤，喝喝看，看好不好喝？咦，好喝吗？好喝哦，真的哦，有好喝哦。是千百味的哦，千百味的特制汤，非常很棒。再一口好不好？还要吗？
不要了，吃饱了是不是？好。哦，吃饱了，太饱了。那你还要喝水吗？